家好。对，今天这周的巴哈姆特电玩风呢，有超人气陈伟丽为大家介绍哦。自己超人气。好，我有那个超人气的手机游戏《怪物弹珠》的。刚好讲到这个。对，就是它改编成动画。对的，刚好是。我们这一半就是讲说它 3DS 版的消息，但是它演的动画是刚好在10月10号，哎，就是这个礼拜。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哎，他很会挑时间。好了，豪哥算了。直到永远。啊，在我们双十国庆的这一天呢，啊哈，要再开始播那个。他的在 YouTube 上面播出他的动画。对，他其实他一般都是改编成。动画，然后在电视上播后，他没有，他就是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播，然后他会有日文、中文跟韩文跟英文，我不是很清楚，反正有中文就对了。你说在下面字幕会写，还是说怎样？他不是 YouTube 上面有那个下面有那个字幕吗？他会有中文。Oh my god！ 我对 YouTube 还没有很了解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但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讲了很久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就是铺梗铺很久，超瞎的。就是反正想说，哎，怪物大叔有讲到 YouTube， 那顺便讲一下我的 YouTube， 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你都拍一些什么啊？我都拍一些健康生活。健康生就教大家一些健康生活，经营自己的身体啊，不是经营自己，就是经营一下 YouTube 频道。哦，我想说要好好注重自己的这个，也要，因为现在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大家都现在怎么去什么身体检查啊什么的，那种要怎么样要让自己身体健康，就是想说跟大家交流一下，就像在巴哈姆特跟大家交流一下是一样的。好烂，你根本就借过来打广告。记得订阅我。好了，反正对订阅哦。除了看这个电玩风的频道之外，也可以看一下，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。不是有空，就是一定要订阅啦，拜托啦，这还拜托，好可怜哦。好啦，反正大家要准时收看我们的巴哈姆特电玩风，因为有超人气伟力这个在这周哦。拜。